他来反击就是吗？他都跑进去。他怎么消失的？他去反击了是吧？他躺进去了。他直接泡在里面。我要把他拍，要不要拍这个？我们根本就在霸凌他。看你太严苛了啦。你太 hardcore 了，就开心玩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剪，大家还开心玩就好了，所以根本也不需要。当他拍照其实还蛮累的，我都累了。对，动作强度很低的，这还蛮强的。对他来讲，我觉得还蛮强的。是吗？我觉得我都有点累了。但他心态有什么不同？
不行啊，安国这样拍一天，你肯定你就死翘翘了。我？对啊，你不可能。我不会啊，这样太累了、啊。才不会、欸，你确定？我已经尝试过最累的。你说爬山吗？不是，平通。是我那更累了，觉得最累的。是又热，体力又消耗，又熬夜，还拍很多天。对啊，又连续好多天。你们都要被波及，应该是他要躲到我们。怎样？收摊？其实该有的都有，是够了。其实本来就够啊，是你要一直加的。不是啊，不然就多补一个。有他拍的，他有多。第一人称没有，他刚刚是要先对准。啊，不是啊，第一人称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装啊，你根本不需要他，你就长得是男手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快啊，你要装就赶快装，不然待会就玩完了。还是我现在拿着这样冲进去啊，看你想不想吃啊，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可以是可以啊。